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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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怎么样，徐大健？哇，还那么有做不了决定的时候。见父母当然要认真一点了。你怕不怕他们为难你？就算为难我，我也要取得他们的信任。小韩，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不知道你的口味。来，你先尝尝辣子鸡。啊，好，谢谢阿姨。这道土豆丝又麻又辣，我们家星星小的时候就这一道菜，那就能吃一大碗。来来来，你尝尝啊。谢谢叔叔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行了，不能吃就别硬撑了。这一日三餐，你跟星星都吃不到一块儿去。这往后的日子还很长，你们俩怎么生活到一块儿啊？我是认真的，想和星星一起走下去，走一辈子。吉星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婚后你对我有什么期望和要求吗？没有，你对我呢？爱我就好。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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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到第一位。你别看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，还不好意思呢。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是怕你被我迷得茶不思饭不想。那完了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。给你，跟我一起吃。哎呀。打扰了，爷爷。董事长，吉星啊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错，都是他连累了你。对对对。董事长，我跟韩婷是一体的，没有连累二字。我还是很担心，怕明天局面太焦灼了，你身体会受不了。我不会有事的。 AI 人才库是个全新且烧钱的项目，前期投入太大，后续实际利益根本就不确定，那你凭什么就能保证它将来就一定是一块大蛋糕呢？小韩总，要不要再立个军令状呢？